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Mick 大叔哦。这家日川章鱼小丸子在乐华夜市的尾巴这边哦。那这个老板很客气，所以想要拍拍看哦，然后顺便吃吃看他们这边的章鱼小丸子。好，那就一盒，然后只要拆鱼片的就好。啊，不要。嗯哼。哎，老板，刚怎么看到一下就不见了？老板，真的哦哦，好，没关系。你真的是不要猜就好了。哎，对。哎，老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哎，新年快乐。哈哈。哎。头发好短，头发。啊，对啊。现在剪短了。哎，好，那这样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好难懂这个游戏到底是要怎么让头骨好。那日传小章鱼小丸子吃起来都差不多哦，因为口感就是软软的。好，柴鱼香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各位到乐华夜市可以跟他光顾一下哦，老板很客气哦。就这样，拜拜。